说好跟你说不吃，那我吃不了现在。你不是吃吗？这玩意不是吃吗？那我现在都快吐出来了。你吃就不对。他在搞什么？在那里？这是搞事。这人家闻到味道要吐。本次列车终点站江湾停车场。到现在还搞个什么？在这里，这地方一个吃东西。哎，我为什么看到你这种不良行为，我就哎，你欠他妈欠你了，我就这样。怎么样？你他妈就像你这种人，没人说你，你才这样大胆。我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大，这么大胆？我是因为你不对，因为你做的不对。我做的不对，你可以说嘛。我是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进山，真的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真的是，真的。这么不讲道理啊！一天天吃东西，这么有理啊？我有理了，你反应？好了，笑。你这出去把人叫，你知道？我就敢吗？我就敢。你敢？你吃不敢？上下车欢欣动静，请注意脚下安全。门灯闪烁时，请勿上下车。电子设备时，禁止外放声音。不得在列车车厢内展示。